众所周知，在抖音里有这么一批长相美艳，但一开口就能把人吓死的反差型美女，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哑巴新娘，甚至有吃瓜群众以此总结出了四大天王。第四，紫菜蛋花兔。笨蛋，笨蛋，爬布，爬布，笨蛋，笨蛋，白卡，玩意儿。第三，一直电磁炉。像不像？第二，表妹李 KK。表哥，我出来了吗？水逢奔跑时又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第一，周淑怡。暗夜。